你知道年轻妹妹有一个特质，他们跟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第一个他们一定是先拍食物，对，再拍自己，再来呢就是再修图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又有老花，他那个修图哦，团体照里面他们都是一个修完传一个，一个 AirDrop 不能用 LINE， 画质会降低。对，每次那个照片一PO出来，我没有修哦，对，只有我整个人是蜡黄的，然后细纹啊，那些干燥感、粗糙感。那个就是会有妈妈样、大手样啊，我不能忍受这个感觉啊。然后，可是后来我就发觉说，哎，为什么看起来保养很好，可是仔细一看的时候，放大看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差几岁，差在哪里？就是所谓的 juicy， 水润感。那我一开始当然是就是跟他们见面以前，我会先去敷面膜啊，然后用更好的保养品啊，都抹好，因为我知道那种 juicy 水润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的。没错，我后来去问妇产科医生，有一阵子哦。我还去抽血验什么雌激素，其实啊，雌激素不足呢，会造成你的生理期啊混乱，然后情绪也会不好，然后那阵子我头发也掉了很多，然后月经的量啊都非常的少，然后也不规则，然后都会觉得很烦恼，就是说要补充雌激素。对，医生都会说什么豆腐豆干啊，那我又再去问营养师，营养师说其实呢要补充雌激素最好的就是非基改的大豆异黄酮。我现在有一个逆龄小子的神秘法宝。逆龄小子，这个逆龄小子呢是选用非基改的大豆异黄酮哦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有妇科的问题啊，或是有任何的副作用。然后每天晚上睡前呢，你就吃1到2颗，它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呢是从内而外开始改善。吃的保养最快最有效，也不用说啊什么要打针什么很麻烦。对，你就日常当中日常保健品这样子。对啊，对，睡前吃一下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叫琉璃聚油，它是可以调理我们的私密，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雌激素不足下降的时候，还会影响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妹妹。会啊，可能你会很容易干或是瘙痒甚至感染。妇科不好其实婚姻就不太会幸福，对不对？因为老公也会，妇科不好家庭不会好。对，不只是所谓的房事，可能是在你整个生活上面你都会没有冲劲，像我充满了冲劲然后精神好。哎，真的耶，我是不是很有活力的感觉？真的又漂亮之外，而且你整个的状况好好，今天还有事业线。对啊，整个漂亮。我也好想问哦。哇，完全就是美少女，对不对？16吨，你看，哇，优雅的16吨，对不对？好端哦，你真的好端哦。年纪到了之后，就是我们的皮肤状况变得很差。其实吃这个，它也是有效果的嘛。有，因为它里面不只是补充那个非基改的大豆异黄酮，它里面还有蜂王乳、鲑鱼的胎盘精华，还有沙棘果油。这些呢，其实对女性的修复都非常的有帮助。这小小一颗啊，逆龄小子是不是很小一颗？所以它很好吞。好吞，那你轻，先用水一吞就掉，使用也很方便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的皮肤不是只有脸漂亮哎，其实是你连肩膀啊、脖子都、手脚都顾到了，整个细致光滑。对对，吃了这个逆龄小子一阵子之后啊，我会发觉我的肤况变好了，然后上妆呢变得比较容易，然后呢睡眠的问题也有得到改善，私密的问题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改善，然后另外呢我也发觉我的情绪越来越稳定，真的是很棒。特别提醒大家，因为其实大家会担心说吃的东西啊，不用担心，这都通过 SGS 的检验，而且它有 HACCP 国际大厂跟东海大学哦，东海大学的机能研究实验室一起去研发的，然后它有荣获了优良产品的金钻奖，还有顾客满意度的金奖，所以你在选购的时候都可以觉得很安心，然后食用也非常的放心，吃了真的很安心。我们女艺人走在路上随时要受人检视，然后一个女明星永远状态都是要在摊在大家的眼前，是，所以你真的是最好的一个代言人。我跟佩珍呢就是两个熟女的最佳代言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一直散发着费洛蒙，然后我希望每天走出门的时候所有人大家都会说熟女好正，姐姐好香，因为我有逆龄小子。我找到这个魅力机啊，帮助我由内而外全效型的保养。